我在拍《大梦归》这部戏，第一次带那个转圈嘛，比想象当中要顺利很多。因为之前在训练的时候，其实还是蛮大难度的，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好像穿了衣服以后，感觉就变容易了一些。因为之前在训练的时候，都是一大串动作连在一块训练的嘛，但是真正到拍摄的时候，因为有很多机器啊，还有各部门人员的配合，所以说。其实会比训练的时候容易很多，就是你可以做好更充分的准备。你还期待再吊威亚吗？作为一个妖怪，我肯定有很多吊威亚的戏份，所以说接下来还会有很多很多次机会可以，在威亚上展示我的法术。那你今天拍的过程中最难的是什么？最难的就是和摄像机和摄像老师。还有各部门老师的配合，我觉得是最难的。其实别的都还好，因为不是这个拍戏这个事情，不是说我一个人做好就 OK 的。因为它是毕竟是服装戏嘛，是脱离现实，所以说在几分钟让最后呈现出一个很梦幻的这种效果，还是需要很多人配合。那你